周杰伦的这首新歌只要四个和弦，六四五一啊，找到六，隔一个键弹个键，这是六级和弦啊，其他都是一样的。你看四就是找到四，隔一个键弹个键，四级和弦啊，五级和弦，还有一级和弦，对吧？加右手的旋律。这样弹的话呢，听起来好像有点太简单啊。我们的左手呢，也可以把这四个和弦变成八度分解啊。你看，拉咪拉咪，四级和弦，发哆发哆，五级嗦来嗦来，一级哆嗦哆嗦。但这种感觉好像在哪听过啊？大家可以把它打在公屏啊。四五加右手。特别简单啊。